像隔岸三品官进进去的都可以送过去，不用。没有住饭店的可以送到游客中心，8点到晚上5点都可以到西门对面就游客中心，到里面去领就可以。什么时候最好用？问明年三月。先打过来，我们再过来看一看，对不对？花开了没？先打过来。他也可以问之类的，我问过你，然后没有问功课都可以。各位记者哈，你们要带特产的，海外的朋友哦，你们那个瓶装的没有带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买一斤茶，是不是2件？辅导会送你那一块那一条结晶蜜。再送你5条金条，那个香气。啊，台湾的朋友，你可以送海南和中华大陆。现在爬到第二次。这个茶叶，我跟各位保证，绝对是一心两意，而且是阿里山茶。你们只要发现不是，把它退回来，会用辅导会全额还给各位。不会中风，冷泡茶最浓郁，冷泡茶不会中风，很好茶。